不知道他是很喜欢我还是很讨厌我。就我每一篇的那个直播里面，每一篇哦，他都写好女人，我上个台的相片哦，拖出来我讲，这个人哦，伊讲我是老女人呐，伊叫我评评理，看什么人较老啊。我不会封锁他，我很少在封锁酸民啊，因为我要跟他对着干。而且你家己生出这个型，你长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还有勇气去说别人老呢？你要骂别人之前，你应该先去照一下镜子。我不知道他是很喜欢我还是很讨厌我，真的很好笑啦。他呢，去我每一篇的那个直播里面，每一篇哦，他都写老女人，每天吃，然后下一篇他写老女人，又下一篇又写老女人，阿玲啊，阿旺哦，我起来写怎么？就动不了，我等下说写一篇啊，我都不爱睬你。嘿，那我一直看了影片，内底拢伊拢留言老女人啊呢。哎，你未老，后摆咪要。哦，我昨下家己的相片哦，播出来，我讲，这个人哦，伊讲我是老女人呐，哦，恁叫我评评理，看什么人较老啊？我不会封锁他，我很少在封锁酸民呐。因为我要跟他对着干，我不想要封锁他。Okay. 我从来我没有说过我自己年轻呐。你们有听过我说我自己年轻吗？我从来没有。我老公因为我老啊，我早有叮当，所以外景游戏迄个他们爱造爱种的，我无法度。啊，伊讲外景节目坐咧吃哦，全部有参加外景节目，综艺新时代。吃物件的啦，哦，还是去尝试职人的啦，哦，还是讲像小曾家、甲胡思安有无？主持个什么时尚玩家，迄个外景节目，迄个我会去。但是你妈总这么总，迄我无得。因为我讲我老啊，我唔捌讲我可以少年过，唔捌。而且我从来不避讳讲我几岁，我五十八岁，我就是五十八岁。我袂讲，人问我几岁，那没礼貌。问我几岁，我袂啦，我不会这样子。我几岁我就几岁，你问我几岁，我就是讲几岁。我就是坦荡荡的人啊，我就是坦荡荡的人。我嘛唔知是特别介意我，还是特别讨厌我。我就甲你讲过，你若讨厌人，你尽量卖遐看。因为我的托雅里，我才不要浪费一点点的时间在你的页面给我写东西，我就讨厌你了，我浪费时间，那你在留言干嘛？所以我对这种人的心态真的，我变态，变态哦，不是，我感觉这是什么心态，我嘛不要讲啊，所以我就想要去引导个访问者，讲你到底是什么心态？我也没有生气，我是不会生气，我是想要了解他的心态。你家己生出这个型，你长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还有勇气去说别人老呢？你应该要骂别人之前，你应该先去照一下镜子，对吧？比如说我去骂林志玲，哦，你长得比我丑，啊，这不是被笑死人吗？林志玲就是那么美，她就是女神，我怎么去跟她比丑跟美？我哪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